我在看我的老夫子漫画啊！哎，这个小孩怎么那么像我老夫子？这还真有意思啊！哎呦，他睡着了。 好像在做梦啊！哇！你把大番薯、青山竹跟我，会在梦里面呢？哎，这个不是我的 DNA 搞什么鬼啊！哎呀，还好你没做梦，吓死我了！ 小朋友，他们是老夫子新创作的故事《Q 仔、番薯头、小熊的》。哇，还有这四个小朋友，他们的独立故事充满知识和娱乐，很快跟大家见面了，请大家留意哦。 大家知道吗？这场戏啊，我们拍的好，是啊，我们大家都出了很多。大家不用翻版，肯定公司呀，要不然我们以后就没有剧情。那你们就看不到我们了，因为啊，翻版影响我们的收入，到时候我们要去制作这些故事了。大家也不要欠着我们，把这个本子给掏出来了。